有种狮子据说能轻易地杀死东北虎。1937年，英国工人在伦敦塔附近的护城河内发现了两只雄狮的头骨，据悉头骨的主人是巴巴里雄狮。现存的狮子大多数打不过同体型的老虎，但是有人说世界上有一种狮子，它们的体型跟老虎差不多，能够轻松战胜东北虎。这种狮子就是巴巴里狮。伦敦塔曾经作为皇家动物园使用，在动物园内饲养过无数珍奇异兽，其中就包括两只来自遥远的巴巴里海岸的巴巴里雄狮。从头骨的畸形程度来看，巴巴里雄狮在生前因营养不良而患过多种疾病，最终死于某个缺乏照料的时期，被抛尸进了河内。狮子作为最受英国青睐的动物，数千年来英国王室的文章上都有狮子图案。最早在1066年，威廉一世就把上下两只头朝正面行走的金色状狮子图案印在自己的文章上。此后即便改朝换代，历代王国也都保留了先王文章中的狮纹元素。19世纪在埃及有一个科考记录，记录显示巴巴里狮的体重达到了惊人的300公斤，体长将近4米，并且还附带有其他体型数据，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但目前巴巴里狮子依旧被很多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狮子。一些历史悠久的文献指出，雄性巴巴里狮可重达270公斤，体长2.5米。巴巴里雄狮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独居生活的狮子，只有到繁殖期的时候才会和母狮短暂地待在一起，等到繁殖期一过，雄狮又恢复了独居的特性。一只狮子打猎，一只狮子巡视领地，多年的独居生活并没有消减巴巴里狮作为一只狮子的嗜血本性，反而给它磨练出了精湛的捕猎技巧。公元前1000多年，巴巴里狮生活在巴巴里海岸，他们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那时巴巴里还是海盗的聚集地，他们开着破烂的船只和醉醺醺的古老歌谣，打劫来往与地中海沿岸的商船，船上的人要么当奴隶，要么被给饿得饥肠辘辘的巴巴里狮吃掉。幸存下来的人们则会把巴巴里雄狮的威名传满整个欧洲。公元前46年，诞生于整个世界灰暗之际的古罗马帝国正是如日中天之际。当时的罗马国王凯撒修建了一座可容纳25万人同时观看的竞技场。为了庆祝竞技场的顺利落成，罗马国王派人从北非抓捕了几百只巴巴里雄狮，放在竞技场里打斗，有时不让他们与决斗士相互拼命，有时又让狮子之间互相残杀，有时甚至会拿来处置囚犯和奴隶。在罗马帝国这样的高速消耗下，巴巴里雄狮减少的速度很快，直到罗马帝国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之际，巴巴里狮的种群数量也接近灭亡。1922年，最后一只巴巴里狮被农户的猎枪击倒，这是人类在野外最后一次看见巴巴里狮。如今在一些马戏团或者动物园内仍有巴巴里狮血统的混血狮子存在，只是纯血的巴巴里狮子似乎从此消失了。